中脱落的叶子，到处爬着，被风儿吹着，随随便便露出干燥的内脏。灵魂有一个孤寂的住所，有一个孤寂的住所，在那里他注意山下的暖风，注意鲜艳的亲吻，像花朵一样摇动，像花朵一样摆脱风雨里的昆虫。有一个孤寂的住所。